猫，不许叫啦。Hello，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有礼貌的小红，我的视频只发哔哩哔哩，求关注求三连。今天这个是艾米家的福箱，我买了一个四个的白胶的福箱和一个四个的透明胶的福箱。因为这个叫奇异果奶全白胶质的起泡胶，是绿色底儿，然后有这个黄色的，好像是就跟糖碎似的东西吧。这个是白什么炼兔胶啊，炼乳奶膏。也是一个白胶起泡胶，这个叫特浓牛奶质感胶，然后这个是豆乳，这个不知道是啥，不知道叫什么啊。这个哇，他家的这个颜值真的很爆表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个也贼好看，珠光色啊，珠光色，这个也是有点晕染的。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一个，非常喜欢，贼拉好看。啊，今天先玩这个透明的吧，好不好？特别实在的感觉。香香的，哇，特别好炖，就是贼好拉伸那种，就你拉的时候会觉得它是硬质的，然后有一点点的阻力，但是完完全全不会断，就那种感觉。嗯，这金属光泽也超美，是吧？透是真的透，然后有一股奶油，不是那个草莓味儿。指纹真的可以经久不衰，好神奇。这个就完全不粘手。这个我还挺喜欢的，手感什么的都刚刚好。这个，哇塞，这太帅了！盒盖子里头，喜欢这个，目前这个沾泡声音好脆呀、啊！我天，就是那种让你觉得哇，震耳欲聋的感觉。而且全都能起泡，一起了泡就什么都割不了了。
今天简单的测评就到这儿了，要是玩的话呢，还是我自己偷摸的嘿嘿玩，然后这几个白胶的下一期视频再说吧，记得点赞啊，同志们，拜拜。